但附近这个区域呢，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有夜市，也是很热闹的，还有现场音乐会。你看那个大吊车那个附近，它就有一个现场表演的一个场地。行，那现在的规则呢，就在这个口 order， 然后在旁边那个口 pick up， 反正不让你在里面吃。像这家店呢，是北威非常有名的喝啤酒的店，它里边有好多好多品种，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，约上几个好友，在室外小酌一把，很是惬意。我们看呢，它现在它里边的椅子也是码起来了，它外边也关了。这是北威码头比较有名的一家饭店，也关门了。大家看远处那个台子哈，就是夏天夜市的时候现场乐队表演的地方。那一排座椅呢，就是旁边那个啤酒店，这喝着啤酒，听着演出，看着演出，听着音乐，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。这家店也只接受pick up。它里面的座椅都收起来了。区域呢，冬天的时候它会浇上冰。大家在这滑冰非常好。订阅我。